郝总呢？去办公室了，洗澡去了。我去看看去。野哥不像是那种突然站起来，你想想野哥怎么可能是那种站起来就走的人啊。野哥都给我老实点啊，我有任务啊。我觉得他就是故意说出来的，他肯定有任务，他肯定有任务。哎，他会不会在房间弄吓人的东西啊？不会吧。你要不就上来。啥任务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你干嘛？对，洗碗，洗碗，咱这洗碗。哎呀，怎么可能？这有什么碗要你洗啊？你告诉我，这是一次性的，你为啥要洗碗呢？我就回来了吗？谁走？谁走？谁有理由？